了解四川广州民生，观众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今日时讯。今日是11月18日，农历10月初四。由市委双方补助办，市文化集团承办的越界黄浦桥批装厂惠民营区，将于本月16日到17日每八点，到汕头街道大建营举办。为将更多的汕头市民分享到这部精品越界。自11月20日起，市民可凭本人身份证到汕头街道大建营售票处领取站票。每张身份证上加可领取五张，领票时间为每明早9点到12点，下关5点半到5点。好，咱来看今日的节目。敢爱上其事，必须立其旗。近年来，我市不断加大到环卫人员甲机械设施等方面的投入，提高环卫作业效率甲质量。城市环境翻转直升，具体有几处变化呢？咱做下来了解一下。到北桥老山头的童年回忆台边，街头清脆的铜铃声一响起，就知道是环卫工人拎着板车到大街小巷收集道盘。好短一段时间来，铜铃扫帚板车几乎是环卫作业的三镜头。白扫帚可是每个环卫工人的基本功。侯香玲是安徽木城人，到汕头从事环卫保洁工作20年。20年来，伊兢兢业业，见证了我市环卫工作的发展，甲使用环境的变化。侯香玲答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，手头曾有一支扫帚，每日起早暮黑，用着马路清扫。落班等到来，通信正是稳定垃圾。以前最早的时候是手推车，后来改成三轮车，扫地是用扫把，一天从早到晚，效率低。侯香玲答：随着马路清扫车的投入使用，机械作业逐渐推替人工清扫，原始作业三镜头的江湖地位逐年下降。处置台子界是并不大小巷界密封式路盘压缩车、路面清扫车、交易清水车、小型电动环卫作业车。这座神奇大点新手，大大开放了环卫工人的双手，降低了伊人的劳动强度。现在改成有机械化了，比以前提前了100，更干净了。近年来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，汕头环卫队伍不断壮大，设施也逐步走向清水化、机械化、甲智能化。像清扫直梯车，作业效率高、质量好，改革了路面甲赤脚边水门泥沙清扫门队，有效避免了工人到机动车道补给作业的风险。如小型电动扫地车，责任环保、机动灵活。改革了市格漫区门队，提高了作业覆盖率，包括新兴跨糖式大盘清运车、大液液升降装置、自动化停道杆、运载量大、清运速度慢，提高了作业效率，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，减少了大盘对路面的二次污染。以前是用手搬来搬去的那个，现在这个车就它封闭好嘛，我们开的时候它不会垃圾不会被风吹跑，不会流水。倒垃圾现在又它没有提升，又出现那一种那可以自己翻走了，他们来搞了，我们就不要去搬了。现在有了，我们只管把小区里面扫地就可以了，省力省时，提高速度。如机电静音电动吹风机，责任环保，噪音又低。改革了树发风头站尾，行车大赤脚边大盘站尾，立刻带来大盘站尾清理冷顶门堆，提升了清水化作业标准。以前他们抽烟的一些人员都把烟头丢在这个绿化带上，我们都用手捡，现在用机械来吹，把它吹出来就省了好多功夫。新设备的投入，工人的劳动强度减轻了，安全也更有保障，路面保洁质量更得以提高，市民空间的生活环境也如来如好。2020年以后呢，我们根据现场的需要，我们又重新淘汰了一批原有的设备，重新引进了一批适合现场需要的，提升了这个机扫作业的覆盖率，提升了这个作业的质量。
如今山头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，未来我计划将不断推进环卫工作的精髓和建设，为更美好的山头贡献环卫力量。40年来呢，环卫作业的工具的变化也反映了我们环卫行业的一系列的变迁。以前需要一个路段需要多个工人作业，到现在呢，一辆清扫车能顶几个工人的作业量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会根据国家卫生城市的标准和要求，探索数字化的管理模式，进一步进行精细化的管理，进一步提升我们城市的整体环境卫生。卫生搞得非常好，甲公共厕所啊，是了非常好，非常整洁。现在环境好很多了，路面比较通畅，然后环境卫生也好很多，然后到处都有垃圾桶，就卫生各方面也挺好的，在这边生活感觉也挺好的。乐有着古堡运动了，乐确实点无着工作。生活从不会在，但运动随时可以开始。书在行，技术扬起，向咱组织动起来吧！体验阿车会，今日时段更即将推出新专栏，动起来，甲你组织感受体育的激情。今年九月，国际冲浪队进驻山头南湖，开展2020年全国冲浪项目大合练。近日，加两个队员会连训两个关卡，走进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，甲山头市体育运动学校感受特区的历史与文化，坚定弘扬精神、为国争光的信念。近日，到此体育局工作人员的陪同下，各个冲浪队的加两个队员组的，随后走进山头开埠文化听力馆、山头邮政总局大楼、甲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，了解山头相关的历史文化，感受城市的发展变化。其实我是88年我就来过一次，都30多年前了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跟现在是完全不同。这次来看以后啊，汕头的世贸。方方面面，城市的建设，包括我们在南澳，跟以前是大不一样。而且呢，现在呢，老百姓现在是很富裕，生活很好。今年入山会的张建木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人，也是各家冲浪队家亮。自从伊一直到外训练，自从麦登阿家乡，伊感触颇深。因为我小的时候就经常在这个小公园这边，然后现在特别繁华，改革开放以来，我们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。包括我们刚才参观了那个开埠那个文化馆，也是感觉我们这个汕头这个历史真的是挺厉害的，值得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学习。包括也是我们作为体育行业这一块，也要为国争光吧。我们祖国这么强大。40年春风花好，40年春花秋盛。潮州的拼拼，特区的革命，家国的兴亡，运动员抬头望，也激发了强烈的爱国情怀。但是这次看完以后啊，就是在心目当中有个概念，就从感觉大批的华侨爱国主义精神，感觉我们国家的强大，感觉是我们这个每个人的爱国主义精神，使我呢深深的有个很大的感触。随后大家又再往山头市体育运动学校参观。少年强即当国强，近年来华市不断加大对体育事业的投入，为运动强子提供良好的训练环境，为国家输送了大批运动人才。知识强也让运动员深受鼓舞。汕头有很多优秀的运动员，感觉汕头对体育
项目贡献很大。本身我是代表汕头队的，希望接下来的比赛能取得好一点的成绩。希望在这边努力训练，然后争取明年可以参加一下参加亚青会。那希望能够在亚青会的比赛里面取得好的成绩。日常生活改变，夫妻人命会叮叮撞撞，小阿诺古也多少人命。天海的东北夫妇近日就因为掺水事闹矛盾，但是老婆直怒之下，竟然将烧水泼到东北的面锅，随后离家出走。东北今年67岁，调到天海区东岭镇南下村。平时伊去外口拍杂工，伊个老婆老某就到家来。邓伯达在等，因为伊家己白相个偷，到自愿起工，情绪暴躁，经常骂人。听人伊说去等队呐，临阵呐，临机来得着物件，骂人。嘛，你看你听枕头过来喊掉，你就白穿，听唔到咪离开。现在你话你那就感冒点摇摇，那就点点。电视的对吧？蛮冷就蛮冷的呐。从一早，邓伯登去家来休养，老婆负责照顾伊个日常生活。邓老老却经常因为琐事发生口角。平时姑姑嘛，人啊好麻烦个老人啊，你只要是傻傻的就骂就骂就骂，你心里爱骂就骂，暴躁你个。怎个入去后面，邓伯又个老婆闹矛盾，随后伊对老婆破口大骂。邓伯达家己骂到黑狗走，就走去伊坐在上麦大只面落去，老婆就捡来一盆滚水往伊个面顶泼过来。我唔就其实面就系啊，工作是对外面个那做咯，做咯我就吓一个高阶高阶到面前顶跳跳上个面前啊，都一口气我力踢，我力踢，都连扣连啦。随后邓伯被送去医院治疗，伊个面顶顶多个地方被烫伤。让伊痛苦的是，老婆、老母当晚泼滴滚水之后就离家出走，至今不知所踪。我只疼了，连烧衫裤啊，妈你个，你个，起了了了就疼一下，做了再起了去。以前老人手机从来都唔有关机，我哩了即连连影样，即连连关机，你坐一那个，怕吧？邓伯达，老婆离开之后，伊躺日空腹休息啊，担心老婆的话外，自家己也经常唔免得食药，有当时指甲顶或唔免得关袂起路，日子过到好糟心。指甲袂起路，也袂起路，真啊，姿势袂起路，你就唔使管啊。热水起泡了，伊也袂起也无管啊。伊做的唔白字，改字拢唔白，莫个人老平啊，就说你要去做一做要坏事啊，你个。我过担心。随后，记者叫邓伯拍电话去个二嫂囝了解情况。邓伯个二嫂囝表示，伊也唔清楚伊阿妈目前究竟到底个，但双方有通过电话。伊阿妈表示，暂时还唔想见邓伯。你呾外仔你啊唔该点到离家，无去离家无。吓！我唔应该出去了嘛，我失败。你不过伊人爱有拍两个渴望，平时就把那遐好，因时间就把那就好。人爱另外心诶，了了，所以一那一个起啊，然后一那地方，你有从隔一段时间了，才转换。啊，我讲唔来等我，讲来等我来拢唔来，来我唔得，你也当本你。邓伯希望老婆能够念及夫妻情分，尽快等来。东西买了不少，那那位只好希望那伊等啦，老啊，后来结果啊，一生也三万呢啦。潮汕民间流传的一句俗语：“躲着鬼宝，唔在下”，意思是呾躲着便宜，唔在顶少。这句话也似乎道出了鬼宝个鬼洞。今年立冬。田窑区东湖镇后仓村村民蔡先生落抬一只老龟宝的时候，就意外发现一尾龟宝。蔡先生答：立冬有进宝的习俗，当日伊来就抬了一只老宝龟，准备来洞汤。结果发现龟宝内底有一网两粒两粒的物件。只龟宝就是抬出来后，一顶那大灯倒来哈，一只粒么，一角顶硬硬，一对到个灯啊
勒出来后，也生几个咩？也咱太早个咩也是纳个，也能那取出来像观察，观察了，但系有能那改波改五，就做成角龙，也能连得是咪干？指望未见，只将黄金鳌慢慢收缩，转入该卵，比普通的该卵稍微短较大，整体外观听金色。蔡先生答：这只老母鸡饲了寡年，体型未大，而且十分清瘦。从母鸡体内发现的只是以外之物，竟然有九十外克。只咩家饲啊只咩叫饲呢？叫饲呢也叫做啊只咩？只只咩出出来啊？只咩顶都是九十外克，差不多两两，猛顶有饮着冷水啊！但是搞两只就是队长的发现着。蔡先生七十外岁的母亲也觉得非常惊奇。出味的，都唔得嘅，咋只个样子生的？入边就大，你叫伊叫你叫是入嘅咩？不过由于情况未明，蔡先生放弃了对这只鸡的责任。而相关资料显示，鸡脖黄面鸡耳，对鸡脖并无学术上明确的解释，但有一个说法是指鸡嘅胆囊骨折。不过，对于盲听跟民间流传的有关于高音抗议入药且有奇效的说法，有关当时此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，曾建议大家人买随便接应。当日有记者只能是落鼓，鼓啊打急招，即系叫讲啊在，啊，其他当日该也好啊，好个交事情无只记者，那个是相信拍，然后只什么件就直接不明确嘅物件，买随便嘅事情。求签新歌本是件让人开心的事，但是市民吴先生最近调入新厝后却未欢喜，每日看到提心吊胆，这究竟是怎呢一回事呢？前月吴先生喜签新歌，入住市区青花溪乡小区，但是只计划月来，伊人一家人却亲切人话，因为伊来阳台外口搬二楼的厝边，搭建了近四十平的后背，严冬也响着伊人的生活。我讲你唔是这世界，我讲你是下班，下班是不是个楼梯个？你是二楼，伊家己叔叔家己搭起来，伊着对话三楼，伊硬向硬向讲三楼来个，穿空啊，伊着我讲你落空啊，伊着，哎，你向就是变成搭趟三楼起来。欧先生答，本来伊人来个阳台视野开阔，但如今冒出去，外口却成为楼梯道崩掉，随处可见风景地灰砖。饮料罐、塑料碗、古顶，我们到楼顶架楼落来，风啊、头啊、风啊、沙啊、纸啊、啊、月啊，哦，做拉拉杂杂做垃圾。一礼拜有一个银行，就是大概会在门口，风啊、风啊地嘛，风啊地引起啊嘛。欧先生表示，这个后背属于违章搭建，高度几乎甲伊来个阳台贴平，整个白色的瓦砖硬房。三百。起个哩，台子个就是他们台个厅，就当有人爬入来无，都响摆，一栋也好，三栋也好，窗户直接锁啊，然后惊来惊去个，或者惊到就来个，擦个什么又直接躺下躺下来，惊躺下来入来伊着，熟悉有人爬起来伊着，招生个话个精神会是一粒会是大个。据吴先生介绍，发现门堆之后，伊也曾经向小区门一狂扬，但门堆直接无改过。我有拍过那幺二三四五，相关有拉要九十二个人，所以我就是咧希望等下政府部门台单来收，台单改革了，会安状态话就好。随后，记者甲吴先生再来到小区物业管理处了解情况。一位工作人员表示，二楼业主私自搭设个平台。二楼这个咩情况？有去年有高回响。那个后坑，卫生啊，即系整就是，反正只一任何局促话的命啊，物件都是卫生。据门业工作人员介绍，接到欧先生的谎言之后，门业方已经到这些范围内采取了措施，同时也把门堆回报本上去部门，目前门堆接到协调处理等。包括二楼啊，讲有强调啊工作，包括那有这个市民啊，整个。哦，叫整个月啦，因为往外在差唔多，有可能有去，有去叫嘛，所以当时有在那啦，你着去写着名单啦，知名单啦，你教师如何啊，邻里有投诉相关啊，你着自家得，你也有写，当时来伊只说，公司能够肯做是
因为我也无什么法。即摆又将一撮情况反映啊，即摆人家即刻介入来处理，但是即个咪就需要有人来听。陈先生到天海汽车总站附近开早餐店，近日伊准备扣一万元汇款给一本客户，却即时疏忽，本一名食客逃走去。早餐店录落来的视频显示，前明早九点半左右，有一个打包高级拐杖行入铺头，坐到第一排的餐椅上。伊发现铺头暂时无人，就伸手拨开个去背，放到边头只椅起顶个背包，并冲动捡出一沓人民币之后，放入沙袋。随后，这个打包无食早餐就收了走。平时就比较难，只怕无人多。你话就企个楼顶，只个厕所，来搞，哎，玩个健康人揣啵，揣啵六话，你话就望下楼，望下楼，但整落无人接来，你话做个洗干净，洗落咁样子多啲哦，即系落食嘅，咁样好惊人，好惊公司哦。邓先生答：搬起个打包捡走嘅值万元，是准备开本客户嘅，硬算是帮到口袋袋背。伊决定换个做事，就算帮到伊爱人嘅背包起袋。当时阿英去门口扣水柴，又把背包放到衣个铺头的背，即使无人推广，正急起个打包有可乘之机。据了解，起个打包租住到邓先生早餐店隔壁，目前警方已经掌握了伊个身份信息，接到加紧侦破单。王英姐回南汇逛啊，来去遛狗，遛团遛团遛过山，去啊过新田啊，遛来去摩纳，通过乌山来曝光，来提升这生活，哪知道袂惊，这其他就再注意曝光吼。遛啦，随时要咱自己咱特定时个明显，上加上卡等到十公分，遛咁个伊家举起腿时个明显个，啊，遛叫只商家呾要解关注个啦，遛还是呾有一信息来。来当时啊啦！日前，到北京一饭店门口，一个醉酒打包锁喉抱住民警，并冲着前往处境的民警大声大胆，你会知换北个地点。目前，这个打包已经因为涉嫌妨害公务被刑事拘留。这个事件被曝光之后，好多网友纷纷热议，表示这个换北个地点也无用。事件发生到11月1号凌晨，当时北京丰台区石榴乡派出所接到报警，但一个饭店大包有人在烧拍。派出所的刑警官和吴警官接报后，迅速赶往处理。到达地点之后，吴警官迅速进入饭店查看情况。刑警官即直接落拍报警人的电话，但报警人无接听。这时候到饭店门卡口，一伙打着只饭店的人加入交谈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其他有一个打包从刑警官的右侧走过去，突然从只手勒紧刑警官的颔，并把伊摔倒在地。当家的吴警官以及辅警推着走，马上冲过来，甲刑警官做诶把这个打包制服。但甲这个打包当家的人不断起来踹民警，意图让民警崩溃。到这个期间，这个打包花不断的亡命民警，甚至大荒客死，乐快在挖巴的地点。随后，这个打包被带到派出所接受调查，警车破获民警的这个打包细佬。目前，刘某因涉嫌妨碍公务已经被刑事拘留，该当家的另外五人因阻碍执行职务，也被分别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。这件事件被曝光之后，后面就引发网友的争议。乐快在我爸的地点，之前似曾相识的乐器，响响是落交给对方，我爸该名字也唔起个人。这句话在出，网友也立即摆归类，联想起多年前我爸是离婚事件，背后也去看一个男人狂热的爸爸。所以当这个大报讲出乐快在我爸的地点的时候，网友会也拢落对目，也把交通个地点。刘某说民警的时候所谈的话，也许只是吃鸡之后即使冲动的胡言乱语，也许是虚假防卫。但无论如何，谎话找爸爸也无用。法律明章，地点跟爷爸也无用。不全面依法治国的之中，任何人拢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。只爱违法违纪违规了，拢着接受处罚。好，今日嘅节目就到这个，多谢你嘅收听，妈咪嘅当地时间，咱再会。